其实科技真的是非常容易掉毛，很多人呢都是因为科技的一个性感的小屁股啊，上当受骗了啊，养了科技，到最后呢发现哇，原来养科技的话会比其他小狗要操心很多，就比如像掉毛就非常的夸张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给予几个建议吧。第一个，频繁的梳毛，一天能保持15分钟左右的一个梳毛时间，会大大降低它的这些浮毛散落到其他环境啊这样的一个问题。除此以外呢，我们还要做到室温的一个控制，因为毛嘛，那所有的体毛其实它大部分的一个作用，除了保护它自身免受寄生虫的危害，大部分的一个作用其实都是在控温这个上面。如果啊我们讲室内外的温度相差太大，那么这个小狗狗它掉毛也会非常的厉害，那因为它频繁的在适应这个温度。如果环境中温度相差的太大，我们讲早晨和晚上就是两种温度，那这个时候你是否要考虑可能放在室内环境中的时间要更长一点，因为室内环境中尽量要能达到一个好的控温。正常温度呢在24到26度之间，我们会发现如果一直这个温度是恒定的，它的掉毛也会大大的减少。小贴士，首先给它频繁梳毛，一天保持15分钟左右的梳毛时间，会大大降低它的浮毛散落的问题。然后控制好室温，室内外温差太大，掉毛会更加厉害，正常温度在24到26度之间。我们就会发现，如果这个温度一直是恒定的，那么它掉毛也会大大的减少。